好，下面咱们接着来看第二段，看究竟是怎么一个有趣的发现。先看一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他说：“The temple which the archaeology explored was used as a place of worship from the 15th century BC until Roman times。”这个句子，咱们先分析一下它的语法成分。那么，这个白颜色没有下划线的部分是句子的主干，就是 "The temple was used as a place of worship"。这个庙宇被当做一个做礼拜的场所来使用。什么庙宇呢？这个黄颜色的是一个定语从句，修饰主语庙宇，就是这个考古学家所考察的这个庙宇。那么，在什么时候当做礼拜的场所呢？是从公元前15世纪一直到罗马时代。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部分，明显是一个时间状语，这是本文中这么一个结构。好，我们看一看这个里面有一个被当做什么东西来用。咱们看一个这个 be used as，被当做什么东西来用？这个 use 是使用，在这被使用当然是用被动，这是没问题的，对吧？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木箱子被当做一个座位来使用。木头箱子 the wooden box is used as a seat，被当做一个座位来使用，这么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发挥什么功能，有什么作用，还有几个搭配意思一样，但必须用主动。所以究竟是主动还是被动，通过中文判断是不灵的。中文一定是被当做什么来用。英语中有你选择的词汇，它固定搭配来决定。你像 act as、serve as 和 function as 这些搭配就必须用主动，而不可以用被动。同样的，刚才句子可以换成 the wooden box acts as a seat, serves as a seat, 或者 functions as a seat。是当做什么东西来用？注意，拿不准的话，查着字典，别自己瞎编。主动被动不是中文判断，由你选择词汇，它的本身搭配决定。好，咱们下面再看后面这个时间状语，什么时候当做一个做礼拜的场所呢？From the 15th century BC until Roman times，从公元前15世纪，这个 BC 公元前呢是一个缩写啊，它这两个缩写符这两个点呢可以去掉，没有点的话也是公元前的意思，它代表 Before Christ。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写全了就 Before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的某一年。我们说公元呢，或者叫西元，是从耶稣基督出生那年开始，叫做公元多少年？那佛历呢，就从释迦牟尼佛出生的那天开始啊。然后呢，这个公元后呢，公元后咱一般默认的就不用说了，但有时候跟公元前对比一下，有时候也会出现。公元后咱们叫 AD 啊，它来自拉丁文 Anno Domini，就 After the birth。of the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出生后的某一年，这个当常识咱们知道就好了啊。公元后一般的年代都是公元后，所以一般默认的就不用写 AD 了。然后一直到罗马时代，公元前15世纪，这个好说。罗马时代大约就是公元前5世纪，the 5th century BC，大约是这个时候，就1000年期间都是当做做礼拜的这个场所。这个 times 表示时代时期是个常见词了。我们注意，一般来说，在某个时代时期，多数是跟 in 搭配的。咱们看几个常见的啊，比如说在当代 in modern times，在近代 in recent times，在古代 in ancient times，在史前时代 in prehistoric times。史前就是人们还不会写字的时候，在史前时代可以这么说啊。那这个搭配还有另外一个变形，就是用 in times of，在什么什么时代，用 of 后面加一名词也行。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在和平年代 in times of peace，在战争时代，在战争时期叫 in times of war，这个都可以叫 in times of，这个结构也不错。那么咱们看一个例子，在咱们第三册里边第66页的第12行里边出现了这个搭配。66页的第12行，他说 "In times of peace, when business was bad, Hawkwood and his men would march into a city state." 在和平时期，当生意不好的时候。霍克伍德带着他的兵会开拔到一个城邦里面去，然后做什么事儿，到那棵树再说啊。In times of peace 叫在和平年代，可以这么说，表示时代时期。Times 是常见常考的一个词，但我们写作中可以替换。比如说还有一个词叫做 age，这个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也能表示时代时期，而且有一些搭配里面还必须用它，就固定搭配。你比如说 the Ice Age 冰川时代，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美国动画片啊。这是固定搭配，不但要大写，而且呢必须用它，不能替换。再不是石器时代 ，the Stone Age， 石器时代，对吧？这个也是固定的专用名词，不能替换。但有些搭配就可以替换掉了，就不用大写了。比如说，当代的 the Modern Age 可以这么说，对。再比如说计算机时代 the Computer Age， 这个就可以替换了，也不用大写了。时代时期用
这个年龄年纪这个词也可以。那么更文言一些词汇呢，还有这两个，也是咱们大学考试里面用的特别多的，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era。再读第二个，epoch。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发音读成 epoch 也行啊，epoch，epoch 都行，都是时代时期。第一个词更稍微通俗一些，第二个更加文言一些。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蒸汽机时代，the steam engine era，或者 the steam engine epoch。蒸汽机时代可以这么用，对吧？再比如说，我说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 the end of an era 或者 the end of an epoch 都可以这么说。我们经常说它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标志呢，有一个动词叫 mark，就做标记、做记号，非常好写。His death marked the end of an era，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我还经常说一个新时代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或者是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poch，都可以这么说，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结构咱们为什么这么放心用呢？因为也是新概念三册里有啊。你不信，咱看一看，在这个122页第25课，那122页的第九行最后到第十行，122页第九行到第十行，他这么说：It marked the end of the Greek tradition of ships with sails。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这标志着这个帆船这个伟大传统的结束，还有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注意，标志依然用动词 marked，后面新时代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对吧？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相信大家都会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可用名词 foundation，动词不是 found 吗？怎么说呢？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毛主席在城楼，大声宣布，咱大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那以后，新时代开始了，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可以用它。时代时期相关几个搭配，把它牢牢记住，闲了置，忙了用，平时多记几个，考场派上用场。背不住，命运又改变了。平时多下功夫。好，下面咱们看第二句话。他说：“你说是当做做礼拜的场所，你有证据吗？”下面说了：“In the most sacred room of the temple, clay fragments of 15 statues were found。”你看有神像吗？在这个庙宇中最神圣的一个房间，考古学家发现了15尊雕像的碎片。但是在本文中呢，我们知道是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个考古学家就甭说了，否则你用主动的话，一来啰嗦，二来重心偏移了。因为考古学家不是主要的嘛，发现的东西重要，所以依然用被动。这个在第一段中咱们见过类似的表达。那 clay 是陶土，fragment 是碎片，什么碎片？Of 15 statues 15尊雕像的碎片被看到了。这个雕像呢，再次出现咱以前说过的，这个 t 碰到了 一般要变成 ch，所以不要读 statue， 不是这么读的。你看 u 前面有一个 e。这个前面有一个 t 放在一块变成 ch， 我们读一下这词 statue。再看几个咱们以前见过例子啊，都是 t 碰到了 e 放在一块，我们大声再读一遍做复习 ：Don't you? Won't you? Last year。再来一遍 ：Last year。再看下一年 ：Next year。Next year。还有些单词中间的 situation。Situation， 哎，跟这个 statue 特别类似啊。好，这个15尊雕像的碎片被发现了，这是神像嘛？后面就说了 ，Each of these represents a goddess and had at one time been painted， 就是每一尊这个雕像呢，这个 this 当然指的 this 15 statue 15尊雕像了。Represent 是代表一位女神，并且曾经还被上过颜色。这个代表咱们用的是 represent 这个重要的动词，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下 represent， 再来一遍 represent， 表示代表，注意及物动词啊。咱们在中学可能讲过一个替换的版本叫 stand for， 这个 stand 表示代表，不及物，必须加介词 for 啊， stand for 这个后面就会加宾语了，这个时候两个一般来说可以替换啊。比如说我说亲爱的，这个金戒指代表我对你的爱情，这个爱情叫黄金一样永不变色，
拿出来一金，一个一金多，一个大金戒指，这个也能拴狗啊，代表我对你的爱情。这个就可以说，Honey，亲爱的，this gold ring stands for who represents my love for you。注意啊，我对你的爱情后面介词容易错，不要用 of，更不能用 to。My love for you 表示感情的词，后面加 for，咱们后面会总结的啊。这个代表这两个可以替换，stand for 和 represent 可以替换，但四册有更难的搭配啊。但是这两个，我们先把基础的两个动词先看清，这叫代表。但是我们当年呢，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过三个代表这个先进的理论，咱们英语中也凑过趣儿，也再凑一个代表。动词常见的是这两个，咱们换词性。有个介词短语叫 on behalf of，也可以表示代表，但注意这是介词短语，后面用名词做宾语，哎，这个代表。咱们也看一些例子，比方说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做发言，你看这个句子是这么来说的：Premier 李克强，李克强总理怎么样呢？Delivered a speech，发表一个讲话。这个是固定搭配，deliver a speech 比较庄严，发表一次讲。deliver 本来是送东西，东西送到您家了，这个把报告送到您耳朵里面去了，不类似吗？那么是怎么样呢？代表中国政府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meeting 在会上代表中国政府，这个用介词是对的。那如果你非要用动词，刚才那个represent 或 stand for 呢？动词当状语怎么办？那只好把它变成非谓语动词不就好了吗？老师讲过非谓语动词。主谓宾定状补就是不能做谓语，那做这个状语当然可以嘛。相应的代表是主动，用现在分词，可以换成 Premier 李克强 delivered a speech representing or stand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meeting。理论来说这么写也是对的啊。这是代表，咱们凑齐了三个代表啊。好，再回到这个文章中，他说每一尊女神都代表一个，每一尊这个雕像代表一位女神，并且曾经 at one time 咱们见过了，说明现在不这样了，这漆都这个漆都掉了，当年被粉刷过，上过颜色。然后后面说，the body of one statue was found among remains dating from the 15th century BC。他说有一尊雕像的躯干部分呢，是在公元前15世纪的一堆废墟中被找到了。这个被找到在哪里？Among remains，在一堆废墟里被找到了。什么废墟呢？后面 dating from the 15th century BC，这是个后置定语，修饰前面那个 remains。dating 在这儿是现在分词，它来自动词短语 date from，这是追溯到。中文中既可以翻译成追溯到，也有人说可以被追溯到。中文中主动、被动都有道理，但英语中不能乱用啊。date from 这个结构要用主动。注意这个 date 在这是动词，date from 就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从那个时候就有了，也可以把它换成同义的搭配，叫 date back to，date 依然是动词，后面加 back to 也行，或者用同义搭配 can be traced back to，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这个 trace 本来是个名词，名词可以表示痕迹、踪迹的意思，做动词呢，按图索骥可以追到这个根，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但注意，这个搭配必须用被动，所以大家看到老师多次说过，主动还是被动，千万不要通过中文判断不灵光，一定用你选择的这个词汇、这个动词本身的搭配来决定，拿不准一定查字典。哎，这个词好记，trace 本来是痕迹、踪迹，顺着痕迹、踪迹能找到最后那个根，所以追溯到用它也是好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当贼啊也不容易，当小偷的呢，往往得先拜师学艺。跟新东方一样，先报个班儿。哎，老师可教了，你这偷东西得注意：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点灯人未睡，咳嗽心必须。偷风不偷月，哎，刮风天好偷东西，外边咣咚一响，以为风把东西吹掉了，其实蹦进来贼了。哎，大月亮天一看就看到了。偷雨不偷雪，下雨天呢，把足迹都冲干净了，连味儿都没了，警犬都没用。哎，偷雨不偷雪，为什么不偷雪呢？雪地上有这个脚印儿，脚印儿就类似一个 trace，一个痕迹、踪迹。第二天顺着脚印倒，连贼窝都找着了。顺着这个痕迹倒到了根，叫 can be traced back to，可以用它。来，注意啊，哪个主动哪个被动，别弄混了。咱们造个句子：丝绸之路的繁荣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汉朝。丝绸之路叫做 Silk Road，繁荣刚讲过叫 prosperity，不可数名词嘛，对吧？然后遥远的汉朝的
the distant Han Dynasty 就好了。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先说繁荣。The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可以追溯到 days from 或者 days back to 或者用被动的 can be traced back to 遥远的 the distant Han Dynasty。哎，这个搭配咱们心里特别踏实，为什么呢？包括这个可以追溯到，老师讲过了，繁荣生死中讲过了，后面几个名词往这一搭配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多学地道英语的好处，以后写句子不但正确，而且快速啊。好，那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就是雕像的躯干部分在这儿，就下面开始揭示了 interesting discovery。这个发现为什么有趣呢？慢慢要揭示谜底了，再不揭示谜底，读者该骂街了。你的有趣在哪儿呢？到这儿该揭示谜底了。脑袋跟这躯干不在一块儿，差了1000年。后面说了，Its missing head happened to be among remains of the 5th century BC。他的失踪的这个脑袋呀，碰巧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堆废墟中被发现了。躯干是公元前15世纪，脑袋是公元前5世纪，差了1000年，身首异处，而且差了1000年。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啊。这句话中特别注意这 happen to do，注意不要翻译成发生。一定注意 happen 加动词不定式 to do，一定翻译成碰巧怎么怎么样，因为表示发生搭配就不对了。表示发生的话，搭配是 something happened to somebody，这个 to 是介词，后面加人。比如说 a car accident happened to him，他发生了一起车祸，这个搭配是对的，但 happen 后面加动词不定式 to do，得翻译成碰巧怎么样？一定记住，不要翻译错。表示碰巧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 it happened that， 在这个搭配里边也是表示碰巧，不能翻译成它发生了啊，碰巧。咱们来看一些简单例子，比方说，咱们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个碰巧呢，在我们两个人碰巧乘同一辆火车。乘车动词可叫 take， 乘同一辆车叫 take the same train。一般过去式，第一个 happen to do 带进去，咱们一块说 ，We happened to take the same train， 都会说了。第二个搭配，咱一块说 ，It happened that we took the same train。从句中还是一般过去式吗？对吧 ？It happened that we took the same train， 用它没错，可以啊。但是碰巧搭配特别多，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跟它类似的。我们先看跟它特别像的 ，chance to do 或 it chance that。这个 chance 在这儿当这个动词来用，但是英国人读成 chance， 美音中读成 chance 都可以啊。这个同样我们说碰巧我们两个人乘同一趟车，咱们再来一遍 We chanced to take the same train， 第二句话一块来 It chanced that we took the same train， 碰巧我们两个人乘同一趟车，这是用动词短语来表达这个碰巧。那当然巧合碰巧意外地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状语来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比方说 do something by chance， do something by accident， 或者直接用副词 do something accidentally， 都可以表示碰巧巧合意外地啊。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by chance， by accident， accidentally， 注意重音，再来一遍 accidentally， 碰巧巧合。我说我们碰巧乘同一趟车，用它表达呢，可以换成 We took the same train by chance， We took the same train by accident， 或者 accidentally 都可以。这是表示碰巧几个比较常见的搭配。那举一反三，多记几个。考试可不见得考这个，考试怎么来应付它呢？哎，七八湖水都开，你随便你考，我都知道。还有一个考试常考的一个小习语，咱们同时可以看一看，叫什么呢？叫 as it happen， 不能翻译成当它发生时，一样得翻译成碰巧。这个 happen 根据时态可能会有变化 ，as it happens 或 as it happened 都有可能。比如说，我说碰巧我们两个人乘同一趟车，注意，一般是先说这 as it happened 后面加逗号，喘口气之后再说这句的主干。比如说，可以说成 as it happened we took the same train， 加逗号为了喘口气，碰巧我们两个人乘同一趟车。顺便呢，咱们看一道当年的听力真题，咱们里面就出现这个习语了，我们看看能不能轻松判断应该选哪一个。好，我们先仔细听一遍。Question number 33. I don't imagine you'd have time to help me with this. As it happens, I would.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咱们再听一遍，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个。Question number 33.
I don't imagine you'd have time to help me with this. As it happens, I would.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个男人意思是什么呢？给大家几秒钟看一看。好，时间到，应该选哪个呢？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He can help the woman， 他能够帮这个女人。你选对了吗？如果错了也没关系啊，咱们看看原文他是怎么说的。Question number 33. I don't imagine you'd have time to help me with this. As it happens, I would. What does the man mean? 第一个女的说，哎呀，我想您可能没有时间帮我来做这个事儿吧。注意英语中有个否定前置，在中文中呢，可以把这否定翻译到从句里面来。我想您恐怕没有时间来帮我做这个事儿吧。第二男的说，哎，碰巧我刚好有时间。As it happens, I would. 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一般现在时就好了。As it happens, I would. 就是 I would help you. 我能帮你啊。什么意思呢？当然是他可以帮助这女人就好了。这是碰巧。As it happens. 注意不能翻译成当他发生时，没有事情发生。还有一个也是常考的一个习语叫 As luck would have it. 这个更复杂一些，叫 As luck would have it. 放在一块连读，我们跟老师大声来呗。As luck would have it.再来一遍 ，As luck would have it。好，这就碰巧啊。刚才的句子也可以把它变成，注意一样是放在句首后面加逗号。As luck would have it, we took the same train。碰巧我们两个人乘同一趟车，但是注意这个搭配没有感情色彩，尽管有一个 luck 在里边，但未必是好事。我们两个凑巧碰到一块儿，这好像是好事，但坏事也能用它，也可用它。咱们来听当年一道托福真题的片段。这是一个段子题啊，咱们先仔细听一遍，然后看看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全神贯注，就像在考场上一样。好，我们仔细先看看这个对话，一男一女两个人对话是说了哪些内容。好，开始。You do look cold. What happened? I've been standing outside in Arctic temperatures for over an hour waiting for a bus. Over an hour? But I thought your apartment was only a 10-minute bus ride to campu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But the bus was delayed because of the weather. And when I stepped into a drugstore to call home for a ride, the bus went by. As luck would have it, there was no one at home, so I had to wait another 45 minutes for the next bus. That's Murphy's Law, isn't it? What was it he said?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Well, we've still got 20 minutes to gather our wits together. 好，这个对话比较长，咱们下面先看一看他们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这个女人说 ，You do look cold. What happened? 这个 do 咱们第二课讲过，是强调肯定是加强语气。你确实看上去浑身都凉透了，出什么事怎么冻成这个熊样了呢？第二个男的说 ，I've been standing outside in Arctic temperature for over an hour waiting for a bus. 你看我一直在冰冷的温度里边站了大概一个多钟头了，在等公共汽车呢。这用的是完成进行时，表示一直延续到现在。Arctic 本来叫北极的，派生意当然是特别冷的。第二个女的一听吓一跳 ，Oh, an hour, 一个多小时。But I thought your apartment was only a 10-minute bus ride to campus. 但是 I thought 就我原以为了，我以前以为你住那公寓不是离校园只有十分钟的公共汽车的车程吗？坐汽车十分钟到了。这个 bus ride 叫汽车的车程啊。第二个男的说了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正常情况下是的，十分钟到了。But the bus was delayed because of the weather. 但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呢。所以呢，今天汽车耽搁了。刚才不是很冷吗？可能下雪了，地滑。这汽车呢，耽搁晚点了。And when I step into a drugstore to call home for a ride, the bus went by. 当我走进了一个路边的小杂货铺 ，step 做动词是走嘛？走进一个杂货铺 ，drugstore， 这个不一定是药店啊。在美国呢，就是路边的小超市、小杂货店，这里面也卖药，但也卖一些杂货。什么春天卖凉粉，夏天卖汽水，秋天卖花生，冬天卖瓜子儿，小杂货铺，这些。他给家里打电话，然后让家里人来送我一段的时候呢，这汽车从门口过去了，刚好呜过一趟汽车，这倒霉劲儿的。你看这个 for ride， 注意这不能翻译成爸爸来，我骑着你过去，不是要骑他爸爸走。For ride 就是来搭我的车。He asked me for a ride， 他不是要求骑我身上，他要求呢，搭我的车子，这么来说。在英联邦国家，一般把这 ride 换成 lift，L-I-F-T。He asked me for a lift。在英国人一般这么说。
就是给家里打电话，让爸爸开车送我一段。结果呢，门口刚过一辆车 ，as luck would have it， 碰巧了 ，there was no one at home， 刚好家里还没人。你看这个就不是好事了。我希望家里有人呢，碰巧未必是好事了，对吧？注意 ，as luck would have it 后面加逗号了。So I had to wait another 45 minutes for the next bus。所以之后我再等40分钟来等下一趟车。这是为什么？来晚了。第二个女的说：“啊 ，that's Murphy's law， isn't it？”这就是著名的墨菲定律嘛，是不是这样呢？这个 Murphy's law 墨菲定律啊 ，What would it say？ 这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就是这么口语中说，这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哎，想起来了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如果事情能变糟的话，它几乎一定会变糟的。这个墨菲定律，咱们未来在三册的33课《难忘的一天》就会见到墨菲定律。就有坏事发生的话，它一般都商量好一块发生。如果事情能变糟的话，一定。几乎一定会变糟，上帝只有一个，魔鬼无处不在，倒霉的事更容易发生。Well, 好嘞 we still get 20 minutes to get our wits together. 我们还有20分钟，来平静一下，不着急，慢慢来。Get our one's wits, 不是收集智慧，而是镇静一下 ,calm down, 平静下来。这当习语可以记住 ,get our one's wits, 叫镇静一下。好，下面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再看着原文再听一遍，看能不能就像听两个中国人对话一样。声声入耳，丝丝入扣。好，我们再听一遍。好，开始说吧。You do look cold. What happened? I've been standing outside in Arctic temperatures for over an hour waiting for a bus. Over an hour? But I thought your apartment was only a 10-minute bus ride to campu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But the bus was delayed because of the weather. And when I stepped into a drugstore to call home for a ride, the bus went by.As luck would have it, there was no one at home, so I had to wait another 45 minutes for the next bus. That's Murphy's law, isn't it? What was it he said?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Well, we've still got 20 minutes to gather our wits together. 好，这是总结了几个重要的碰巧，希望大家仔细复习，记得脑子里，记得笔记本没用啊，记得脑子里，怎么记得脑子里呢？重复。